心有出定，咱这个神入定啊，是咱现主是的接受，这是灵感、甲心感、甲咱的心感啦，是咱用着清气想啊，神啊分明在在这个意啊。家己教家己，修炼嘛，爱接触到天元迄个清气相，迄、那个真的能量，来予咱知影，这条道路要怎行，通天路啦。这就是咱个人所爱行的，所爱向的，倒转来咱的原点。所以咱先天这条灵魂啊，的归路啦，真愿的天意啦，心路的啦，咱的愿心啊，出现啦，来到天空，增加原来啊，迄个无中，迄个时空啊，是咱。用着清体这个元灵啊，满伫咱这个时空，就是咱咧讲的关格啦、长短大细啦，纠集在咱这个物质贵贱就对啦，就讲富啦、啊甲贫安尼啦，因为物质嘛，你若得到较济，你就较富有啊。你得袂到的，就比较较贫贱啦。是咱一点灵气嘛？咱爱是时间、空间嘛？物质是照用的嘛？迄是一个影，也毋过嘛？咱以一点气啦，要来讲到这条灵性啦。有诶讲灵魂是较低阶层的嘛？因灵魂有关系嘛，啊来就讲易生心啦，这个思想，你的脑底有无？你的慧珠生伫咱的身躯嘛，互咱家己来体悟。啊，再来讲到咱原来迄个大自然迄个发心嘛，发安怎生啦？这就是咱旧义啦。凡事拢是一个影，互咱用就过啊啦。人世间嘛呢啊，你对囡仔，咱看坐火人，毋知当时我才会当亲像遮尼坐火，严的都来到这个遮尼坐火，相共啊，迄、那个年度啊啦。从人生七十，有羞耻的讲开始啦。有福报的，有功德，讲开始啦。啊，若无修持的无，无福报的无，讲该死啦。小对换啦，一例啦。是咱要了解人生这条路，咱要安怎来用？以咱凡世间的物质，用甲你即马这个物质上界优良的品质。唔再讲要出凡入圣啊！啊，这是每一个拢爱的啊，一种名声里头啊。但是修行啊，尽在咱个人的心，这种价值性计数尔尔，唔是咧化解哦，是咱家己爱修家己，这个价值安安啊。修行无法度去讲什么道理啦，什么品格啦，虽然是有分次第啦，得一名、二名、三名咩，一处一处啊，拢是家己的感觉啦，做标准上重要啦，什么教门、什么宗派，拢是好的啦，啊，拢是缘啦，无啊，
咧甲咱教育即个道理啊，刻伫心内底啊，你爱去改善啊，你爱去猛进啊，真愿会天意啦，顺着法啦，即条心啦、啊，佛祖释迦牟尼，道祖利益，咱咧讲就讲孔子、孔孟、孔丘。嘛是人啊，所以讲，辈分内底有新鲜啦，新鲜本是凡人去做的啦，啊，要看个人，你的拥有，你个人教家己，你的标准多啦，你的限制内底，你的戒律内底，你的戒条内底，你的戒心，你的身躯要怎去做啦？真灵的法界啦，咱爱是出定，出定就是定心啊。咱咧讲的是定心法啦，定结结的心，讲出来真心的话啊，唔是拍切啊，唔是拍话，唔是荒凉的话，唔是刺激的话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性啦。第一点，第一要点，必须爱安尼做诶，你才会当亲像咱即马即个主神，定条条，你才有成功即个地位啦。这就是咱要讲诶啦，咱凡世间即个物质、即个名相，咱咧讲讲名相啦。这种文字啊，要教甲咱读较清楚，要让咱人一想起较欢喜啦。咱人讲爱食补啊，但修行哦，你若食补就倒啊啦，是咱一点灵性啦。上苍会发现啦，修行人有阁足爱等的啊。你若看修行是。你若真正出家是无当有财产的呢，啊！你修行人，工地阁有开落来无？你足爱等的，等恁厝内底安怎？等恁囝安怎？哦，等你的徒弟安怎？等你个人安怎？迄拢是一个影子啦，一个互你安尼心情小可透开啦。但是迄毋是永远的啊，影甲用是暂时的啊，暂时。无法度入道啊，无法度规正道一定入规矩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世间要活得足适当嘞，适宜适可，用过，咱要永远带掉嘞。伫咱这条头壳，伫咱这个脑袋啊。真愿会天理啦，顺着通一心意啦，灵魂伊个灵性，归咱这粒头壳个脑神啊当中，你袂当散散，咱拢有脑神嘛。大家只要咧讲道理，拢是中伫遮嘛，注意伫遮嘛。但是你咧易生心呐、啊。你敢无法度讲出着你即马重要的性质？你是伫遐乌白话嘛？敢那菜市啊嘞？敢那咱即马咧卖玲珑嘞？做萨库拉嘞？迄拢是一个场嘛，发挥场嘛，是咱生理场，还是发挥场，还是咱即马咧讲的，这个个人的工地小道场，拢是场面啦。是咱要来讲到清体，本来咱都学天大道场啊，较早台北有讲大道场啊，听三七讲啊，三进步啊，咧讲古啊，是咱要恢复原来啊，迄、那个古朴，古与朴朴实啊，规章好好。没错，
人道理就是安尼嘛，会当幻化咱每一个心甲脑神端正嘛，啊，这就是佛命嘛，倒转来坐咱的原位嘛，无去用占去，啊，你无去失去，这个原来的席位啦，一席位啦，就是一个座位啦。啊，有诶讲做莲花座啦，啊，有诶讲做恭敬座啦。是咱这个心的体会啦，咱要坐是永远的宝座啊！你看神尊有无？哦，金身有无？爱来坐位啊！咱来甲请，互永远坐伫只定位啊，定光佛啦。金身就是佛啦，金尊就是佛啦，就是道啊，永远的光嘛。来伫遮笑咯，来伫遮教，行行顺顺嘛，献伫咱的心嘛，咱才有这个理路好通透嘛，好记这个案例嘛，是咱行的先天性啦。我要学到的正信，这个宝座，啊，就灵宝尔尔，灵的宝贝啊。灵的法宝啊，灵的法身啊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啦。咱用着文字，用着赞赞，用着提出来讲着咱即嘛这个境，这个界啦。今日这心境有关系有做界啊，你顶界、中界、下界，真源的灵性啦。恢复清净，咱的天界啦。啊，话讲就讲，你即马是三恶道哦，三善道哦，四性果哦，啊，这就改啊。分离现主是这个心嘛，会清气想啦。你无染伫这个法尘啦，是咱来讲到一点灵气啦。咱爱来讲到出家的现世心，道理随在人生啊，伊生心啊，伊就是心啊，生伫你这身躯内底啊，你这个伊若有生出来，有知影你的身躯要去做啦，照这个法来生嘛，互你做主嘛。是咱这个自然法嘛，啊，这叫做法然呐，天然呐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变化咱的磁气场啊，真源这个灵气啊，互咱顺着心，咱是人嘛，再体会讲咱这个物质嘛，有形的就对啦，咱才有法度想噶。无形这个空间内底嘛，咱以后要安怎活落，要安怎永远呐？倒转来咱的原性嘛，这个真品嘛，啊品有分作三品呐、啊。咱就讲三观大地嘛，三界嘛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嘛，风天、气天、无极天嘛，是咱。一点灵气嘛，咱人身躯都有三个丹田啊，哦，啊丹田就是咱的天啊，就是咱要发射到你即马这个身躯的功能啊，迄、那个气波啊，迄、那个气力啊，是咱一点灵性啦。要来讲到出家的天性，这是。清楚的天界啦，大虚空的如来，是咱有一点灵气嘛？今日拢是往生嘛？往生就是彼岸如来嘛？原本的安尼来嘛？如就是亲像啊，咱的原性来甲这个
土球嘛。咱讲讲三宝啦，坎忍的世界啦，痛苦的世界啦，艰苦的世界啦。咱今日要往生嘛，要倒转去嘛，要永远得永生，哦，就如此嘛。但是你心爱定掉了，无你莫来回去。你心着搁伫咱即马即个绿道，你永远是伫遮沉咧、浮咧、沉咧、浮咧嘛，海东、海西，伫遮流浪嘛，伫遮摇摆嘛。真理会灵性啦，要拆白话就是安尼啦。有诶讲灵气拢乌白讲，乌白海、乌白比、乌白站，你无比灵搁较巧。咱是灵宝啊，吼、哦，至强、至大、至广，安尼所生，咱这个心意啊，啊，这就发心啊。你的法会当伫咱的身躯来讲真正大道理啊，这个定律啦、啊，这是天所生啦、啊。咱叫做大自然的能量场，是咱要讲白话嘛？修行，你就是爱知影嘛，啊，无你伫遐讲啥？啊，拢是黑白讲嘛，吼、哦？黑白讲，你爱知影黑白讲当中，你要取什么材料嘛？吼、哦？你要有什么资源嘛？你的主菜甲副菜，你所有的。较普通菜是要安怎出嘛？过去这边大家拢咧食饭啊，主菜有肉有鱼啊，有做主菜。你爱半斤啊，一半爱半斤嘛，阮拢坐六个八个嘛。啊，副菜你就是咧配菜，较普通菜你爱一道爱一斤斤半，才食会饱啦。才好看啦，好看嘛无效啊！爱料理啊，都爱掺一寡。咱前面来讲个水啦、盐啦，有无？佮葱啊啦，佮红萝卜啦、蒜头啦、菜迄个姜啦，配料啊，配方就对啦。所以讲修行嘛是即个案例有无？就是配方啊。要你知影这个滋味啊，哦，要你知影讲咸、咸涩啊，真灵，这个天意啦，凡间的道理满满是啦，所以讲咱爱是这条心的路啊，这个心境啊，哦，出在你心啊，这个环境啊，啊，这个院中啊。大圆圈的当中啦，这个目标啦，啊，这才是咱真正爱做主的定调咧。咱这粒真心定位嘛，中心点，安尼才分得出到东西南北啊。有诶圆圈是圆的啊，哦，分出四方尔尔。你新疆一定调咧，分出八卦八方啊，四正为四个角头。真灵的天地，予咱来讲着顺家的心气啦，是咱一点灵性来讲着顺家天性啦。人上好莫做歹，莫做魔头啦，哦，爱做神头。你有这个机会做头人啊，你爱发射着神心。顾你的神，顾你的兵卒，顾你的百姓，安尼这国啊，再富强啊！你若做王，若贪啊，你看真死王啊，也咪土啊！你看刘邦啊，伊无用阮韩信啊，嘛也咪土啊！是咱。还有亲像咱周文王、周朝无？
周公啊，所有的周朝的阿公阿祖就对啦，即皇帝啦。所以讲，又生一个囝做周公旦啦。孔子啊，甲周公差500年啊。孔子定来讲，伊想要梦周公啦。伫做眠梦的当中，要见到周公啦，因为周公定礼嘛，伊阁够地精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今日爱是天地嘛，甲咱每一个人的心端正嘛，啊，这才是正君子啊，这才是福命啊，福阳啊。咱这个心啊，会当普照，会当教育，大家的心啊，共心端正嘛，啊，你就袂去讲结侵占，讲攻击啊，讲人的歹话啊，两舌啊，两个嘴舌就对啦。也咪讲这边好，也咪讲那边歹，是咱这点灵气啦。要来攻破啊，咱这个心，这条路就是道啦，就是性啦，就是天这么宽啦。咱爱是真广大广泛，生出来这尊。咱叫做神啊，叫做烈神啊，烈位的神尊啊。就讲你坐这的神，你坐这的神，你坐这的神，你是东方的神，你是西方的神，你是台中的神，你是砖头神，你是咱这个参加的土地公，拢是神。你若正神，就无分官阶咯。咱人这个心态，你若献功，就无分。好歹人啊嘛，啊嘛免羞耻啊，都无攻击啊，迄个气氛气味出来，是咱要对头啊来学啊嘛，啊咱就爱做啥，为道根呐，为根源，学到等下，咱这个一生心有无？这世人你爱去经过，你爱去体验，你才有法度到等下咱的发心嘛，啊发心是啥？可大可小嘛。总发生是大事啊，时间是长短啊，物质是富甲贫啊。尽管这个灵气，还有咱来讲着顺家，咱的心，真理的灵性，开源呐、啊，咱的脑神就是脑汁啦。你啊看，一个甘蔗有无？一粒椰丝有无？伊的水就是汁。咱每一个坤母啦，哦，坤性啦，所生囝伊都占嘛，哦，灵水啊，是咱这个灵性啦。咱要养细腻嘛，幼腻啊，尽管这个灵气，爱人顺着先天的本性嘛。有讲修持是安怎修持？就是你这个脑神要有脑汁啊，要有先天老母的灵水啊，真话语啊，真神的光来给你带路啊。你这个意识要变亲像咱即马这个智慧啊，生出着你即马这个心法啦、啊，你咧讲的真心话啊，达到你身躯如气啊，用作。啊，就是应生啊，是咱一条青天的发心啊，落伫咱这里得的灵性啊。开源本意是天性，落伫正法是天命，真理中的灵性，予咱来讲着清体，咱的本性，咱有。清楚这条灵，咱才有这么顺的心性啦。灵魂伊的灵性，今日咱只有倒转来天性，老母啊，肉身的本性嘛，啊，这才是源头啊，这才是永远咱要爱啊，天良、天心，
咱即马讲善良，这个良心嘛，良就是咱即马咧讲个啊，恭敬，咱坐下，咱谦虚，咱温和，这个性啊，是咱用到这点灵气啦。要来讲到心的良能良智啊。啊，这才是咱先天的大甘露水啊，大本光嘛，阳光嘛，光体嘛。啊，你什么，你都未去受到污染啊嘛，你心都未污啊嘛，你都反白啊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归于咱的如气，恢复咱的如来，咱的往生。一世人，咱伫凡世间，伫只体会，伫只考试，伫只受鉴定，咱要倒转去皈依嘛，咱的天元啊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啦。咱到尾啊，四方，你一定爱倒转来，咱的圆嘛，圆方嘛，天圆地方。这就是咱所有的天地理啦，元天有落正灵气啦，恢复清净，咱的灵性啦，是咱一条先天的灵魂。来讲到地堂，咱这个心，真灵这个天意，咱来落加这条心地。落到清净中，这个天界，落在咱这条身躯啊所生的现在这就是咱这个心打开空空嘛，咱要得到老母这个教材嘛，这个原本嘛，这个真相啊，互咱看嘛，灵魂也灵性。来讲到正觉之神，神就是光啊，就是咱即马即个严厉啊，咱咧讲讲就真神秘啦，啊，这是上好个啊，啊，你爱收会掉啊，爱永永远远甲顾掉咧啊，啊，这个宝座啊，灵宝嘛，你坐伫遮，发挥到你个功能嘛，互你本身。这个光永远嘛，啊！你对讲笑笑，就是讲你会当教啦，互看啦，做这个班啊，啊！这是大法宝嘛，大法身啦，真缘一点理。我爱找的啊，是正正当当嘛。这就是讲，咱即马伫日头当中就对啦。啊，这是真正离开着咱的影嘛。啊，世间这个道理就亲像影啊，哦，亲像咱即马跌啊，有无？风来，念的这边，念的那边，摇来摇去嘛，东西摇摆嘛，荡秋千嘛，流浪嘛，是咱一点气啦。咱爱是清楚一点神呐、啊，这就敢像讲风来，我你草啊，就是倒倒一边嘛。是用安来积累啦，暂时的就对啦，无一定讲你即马风就是对北边来，有当时会对南边来，风台你就知啊，哦，爱回南嘛，是咱这点灵源的灵性啦，咱来顺加这个通灵嘛，大自然呐、啊，哦，所予咱看啊，要咱学的啊，这种真理啊。大自然伊是自然的啊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理就是法啦、啊，啊法你爱去处，你才有这个经文啊，你才有这个话啊，话红啊出来，讲话出来，啊咱家己监督家己啊，真源这个灵气啦。来讲到显明咱的心地，传咱这么顺会发神啊，咱才有母娘。
啊，母牛就大争子啊，大乌丢，这个大地找啊，做牛啊，做咱即卖咧讲的羊啊，做牛啊，有的是圆的，有的是扁的啊，哦，所以讲伊是爱鱼肉杂杂，啊，这个咱讲用迄个斧有无？啊，去甲用个杂杂，啊，再去切，啊，你再牛啊，再下味啊，较早无食，七月有无？做牛啊，你都爱食到过年啊，啊，过年再搁切丁粿。啊，丁粿爱溜啊，啊，若无爱插枪拍日头啊，搁揢到七月半啊，无较早无甜啊好食。较早你着盐较上嘛，啊糖甜的话较贵嘛，啊所以讲，若人客来，拢用甜的表示讲你做生意的话，你敢开钱就对啦。较早着散家散啦，所以讲是咱用安尼来积累啦。时代会突破的进步了，灵魂的灵性，开源转到先天命。像地主啊，较早囡仔菩萨啊，伊爱去山的嘛，我即摆拢去山的行路嘛，行山路嘛，互伊喘气啊，心脏互伊蹦蹦叫就对啦，爬山嘛。啊，这则是咱即摆咧讲运动嘛，我骑铁马啊。即马边啊有无？铁马道爱用咱即马咧讲讲公司，就敢像讲环保的有无？迄、那个柴爱去捡掉啊！啊无较早有无？像迄那我都等你啊！私人的都去搬啊！你爱煮饭嘛？爱炒菜嘛？爱用迄柴山顶啊！啊，即马嘛是爱咱即马讲叫做。环保的有无？爱去栽啊！啊，若无较早，捡甲清气溜溜啊！时代无同啊嘛，这样行较输的啊！啊，有用电的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要讲囡仔，甲恁姊妹嘛，我即个是七十啊嘛。有诶讲开始，有诶讲该死啦。啊，即个人生观呐、啊，生死之中啊。活下去就是咱一工捡一工嘛，赚一工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人生就是这么无情，这么可怕，这么残忍嘛。所以讲，家己爱顾家己，命就丢了。啊，命是啥？爱运爱转呐。啊，你家己爱顾你的命。所以讲是爱讲家己啦，做嘛是爱家己啦。亲身去经验，亲身去做啦。啊，你唔当徛伫台顶一直讲，啊，你严会挂落，严会再见了无？一点讲，一个福拢无。安怎讲？你是爱装电话嘛？你是爱物质嘛？人送你物件嘛？人恭恭敬敬，用到啊，你是老师好，啊，你是即马道长、道长、导师，个人的喜爱啦。你有当时啊，足伫名利权势有无？迄是做人诶，即种爱养有无？爱出头啊！最主要是家己即个心态啦。你顾会好有无？啊，你着如来啊！大家若亲像安尼有无？不管是讲先行诶，后壁行诶，你即卖咧讲互听，咧听诶。你听人讲的，心态若好有无，拢相共啊。所以讲，咱这个心要亲像天安尼，啊，你的量啊，哦，无量光，无量寿，无量，你即阵啊，会当发光啊，会当讲真心的话啊。啊，这才是度家己嘛，啊，家己是人啊，恶嘛，人嘛，哦，受者嘛。众生嘛，这个相啦，啊，这个相就是影，就是要咱用啊，就是暂时的引力啦。真愿这个天意嘛，咱爱是虚空这个能量嘛，啊，这就是你知影唔知影的了，哦，是咱要来讲到依足嘛，求证嘛，证明嘛，实现。
灵魂的天意啦。落伫清净中，咱的元神出世啦。灵伊的天界，只有落家自在啦。是咱这点灵气，是咱恢复通灵的心性。我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咱带有顺家天性，是咱这个命运嘛，在转嘛，人性呐、啊，哦，就是咱即马讲凡甲性啦，哦，咱即个地球甲咱个大虚空啦，虚空嘛，物质嘛，啊物质爱讲精神嘛。啊，精神就精气神嘛，啊，物质就是咱只要用性情嘛。凡世间啊，你有好性有歹性啊，啊，你有重情有薄情啊，有诶要共怪，有要共害啊，啊，有诶要相顾啊。你歹诶，我要甲你顾较好诶啊。我有好物件要报你知影，要互你听，要做互你看，甲你印啊，印归元嘛，好精神嘛。是咱咧讲的话中这个意啦，唔则讲意生心，伫咱的身躯，伫咱这粒心，心就是顺心苦啊。真灵，这个天界啦，咱有这点灵气嘛，发心就是无形体啊，大自然的功能啊，自然天然的法嘛。这个大天体嘛，大形体嘛，啊，这是咱上界大的能量，真源这个灵气啦，拢是形嘛。所以讲有有形的，有像的，有名的，有身躯的，有无身躯的，有一半身躯的。有咱即个阴阳眼，哦，有咱即马即个法眼、智慧眼、天眼，咱离袂开就道眼嘛。道眼就总包括我拄仔咧讲遐眼啦。这就是咱咧讲个灵性啦。尾后咱来讲着清楚咱个脑神啦。咱从今日老祖有四粒目睭啊，杨震有三粒目睭啊。所以讲，迄就是代表第三眼啦，第三个空间有无？伊看会到，伊体会会到啦。真灵，这个天意啦，咱来落家顺天性啦。啊，无另外是大眼啦，吼，伊总包括嘛。你要讲修佛的，就佛眼啦；你要讲修道的，就是咱即卖咧讲道眼啦。你讲儒教的。你看经，你解说的这有无？你讲个做智慧眼啦，拢是代表光啦。你才袂糊涂啦，你这个光才袂去互魂压咧暗啦。啊暗，你就偷食补嘛，哦，骗你就过啊，怪你就来啊，养成歹习性啊。凡世间你若染着歹习性，你要倒转去就困难啦。抹黑嘛，染黑嘛，是咱不爱有凡世间的法定啦。咱要爱天上这个法身嘛，大光法嘛，大光法嘛，啊，这才是咱的定光嘛。哦，有话讲叫做定光刀、定光粉嘛，是咱一点灵性啦。要来讲着顺家这个天性。灵魂伊个灵性，开口咱个通灵嘛。有话讲啊，即、这个动机、心机哦，啊来讲灵机，有话讲做性机，这是看你个电波啦，大自然予咱个来了啦，啊是咱人安尼甲分嘛。啊，你即个机你都嘛爱学基础嘛。啊，这就是咱的根啊，咱的源啊！啊，你这无学，你讲圣机是要用笑哦。是咱
要来讲到灵性啦，圣基就是真君啦、啊，哦，乾的讲叫做真灵啦、啊，坤的讲叫做元君啦、啊，啊，就是方方啊，就是良好啊，良就是文官，好就是武官啊，方就是咱即马讲金的阳嘛，刚的就对啦，方是咱即马坤的母的嘛。啊，拢爱配合啊！啊，拢是好个啊！是咱一点灵气嘛？要来讲出着神伊个意义啦。真灵，这个天界啦，阴阳做伙啊，这个心嘛。啊，咱只有讲中立嘛，中央嘛，上界悬个台顶嘛，啊，做中央台嘛。啊，这就是咱个灵台啊，咱个灵源啊。上界悬，迄、那个发布，迄、那个出光嘛，啊，只有讲宇宙尔尔嘛，要讲咱的真能尔尔嘛，要讲咱的元电厂尔尔，天宫嘛，真灵，这个天意啦，互咱来讲着出神，咱的顺利嘛，啊，这都要配合着咱即嘛咧讲的功能嘛，哦，逻辑都对啦。啊，这才是咱的原本嘛！你要讲的话符合着天地，咱人爱去遵守的规矩嘛。啊，这叫做戒啊！啊，戒你就是爱持条条，啊，你持条条就免讲啊。但是咱即嘛是惊做唔对去，讲唔对去嘛。无牛走，咱用着这个声音嘛，因为咱人心才有声音嘛。咱才会当知影讲相通这个意义啊！鸟仔伊咧讲的是鸟仔知影的呢，狗仔伊才会当用迄个感情，用迄个意思，狗仔、猫仔因做伙啊！啊，咱人这个人种这个下类无，咱是会当用到爱照着天地理有无？照着咱这个祖先所讲的有无？善柔、良心、心态。这个形状，啊，这才是咱要爱嘛。庄严、庄严有无？形状，这个庄严有无？啊，这是咱咧讲的，讲三十六进士头名的嘛。哦，做文武魁就对了，都庄严啦，来傍眼探花进士，真灵，这个天意，都伫灵源顺心。显露是天性，开源转的是天灵嘛。有咧讲讲三元极地啦，乡气，咱咧讲讲国气、皇帝气，拢第一名，或者三元极地啦。乡气，你要文武相开就困难啊，莫阁讲全国啦，文武相开啦，较早。全国是真宽啊！啊，搁皇帝来甲你考试有无？你搁文武得双开啊！三元及地就是真哩困难啦、啊。咱即下咧讲精气神的，咱三元是咱用安尼来讲啦。唔知你讲文武就是动静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敢若重文无重武，啊，这你就是还搁靠一个武啊。啊，你一个武无地灵用有无？啊！你就干那用尔尔，啊嘛无法度消遣嘛。所以讲，咱要讲道理，一定爱动静你的配合啦。啊！你就干那死方言，啊！就干那遮尔软弱有无？啊！你就干那讲无法度去做啊，袂硬吵啦。啊！神是硬吵的，你也看到一尊神有无？代表这个神，一出神出机有无？拢嘛蹦蹦叫，嘶嘶叫。敢若像火灵机拄啊落来有无？迄、那个气啊，迄、那个汽油，迄、那个汽油哦，迄、那个摩打烧烫烫嘶嘶叫啊！你看出机你就知啊，倒一尊神啊咧，要死哪嗨？无可能啦，迄要来做神？是咱这个精气神嘛、啊？精若饱，你神再菜啊！是咱一点灵气啦，来讲着对法。咱的天命嘛，修佛的佛祖，伊上精，
吼、哦，定功嘛，定心嘛。但是伊即嘛，这个心讲出来，这个话是有力的啊，会影响咱每一个心嘛，向善嘛。内外力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讲，你讲这么侪话无力，就表示你咧讲的话未声啦，无对档就对啦。无对到迄个真理啦，真源的灵性，开源顺家，咱的天命嘛。即马每一个人的电，每一个家庭电视拢有，每一个人手机啊拢有。啊，若无录音笔有无？录音机贵个，道理满山平嘛。啊，你道理，你若无真正声人听的，无法度讲到你心内底。好，你会当有这个反应、反省有无？反省有无？谁要甲你听？是咱家己讲、家己听上重要啦。家己歹习性有无？歹风俗有无？要改嘛？改咱即马这个理念，改咱做出来的端正嘛，还有做作为嘛，积极行动嘛，记就是。咱即马咧讲个，我提出来、徛出来动嘛，啊，志就是咱即马讲精嘛，行动嘛、举止嘛，举就是动，志就是精啊，停咧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凡世间离袂开着即马相对法嘛，啊，相对法，咱来来个绝对甲绝对嘛，啊，就无第二法啦，无第二个心啊，无就是咧教咱共心嘛。定心嘛，真心嘛，如来心嘛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真如本性实相，显露是天理啦。转来恢复咱的灵性嘛，活伫当中，咱即马出神、出家、讲话、讲经、生活，真灵，这个天意嘛。咱来行出家的心，有咱一条灵源的心，咱才有一点清楚的本，灵魂的天意啦。悟出清净中，咱的心理啦，顺着这条灵性，开发咱的清净。这是清气溜溜啊，内底任何一个垃圾啊，一粒沙拢无嘛，清净是安尼嘛。啊，清净就是清心所做个啊，伊去化个啊。咱代志闹拍夹有滴啊烧钱，咱来甲化解啊，烧尿嘛，原谅嘛，讲家己个不是嘛，原谅别人，安尼就无瓜葛啦，哦。就无迄个钉啊，甲你拍咧啊，高高低嘛，生烦恼嘛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咱爱通啊，是家己的真心嘛，本意，本意就如意啊，哦，如就是咱原来迄个嘛，如来嘛，本性嘛，真灵会天意啦。就伫个人的自信教材嘛，啊，这就是你这粒心嘛，恶善当中嘛，哦，啊，咱讲道的无有善恶之分嘛，你若讲伊的歹话，伊会生气嘛，啊，你若讲伊的好话无，伊会养成习惯嘛，所以讲咱讲道的是善恶的顶端嘛，互咱来用嘛。用了，咱才会实际嘛，会扎实嘛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嘛。咱一粒定确确的心嘛，甲切啊同款嘛。定切啊，你才会当煮饭嘛。拍切啊鱼藻啊，就是精神咧食的嘛。啊，你要食定切啊，是要食鱼藻啊？啊，这就人甲精神之分嘛。真源，这个灵性啦。啊，咱讲人甲精神。就是神甲鬼啦，之分嘛。你道理有及格无？道理无及格无？
你心有献功无？你心有私利无？啊，这是当中嘛，咱家己爱家己探讨家己嘛。这个锁啊，你爱去撬嘛？有拍结无？有结缘伫遐无？啊，这就气啊，气就是咱的锁啊。你这个气就交通啊，这个路径啊，有烧塌无？有伫遐汹涌土石流落来无？一粒石头连落来无？你有去清掉无？这条路才会顺利啊，才会顺遂啊。真愿这个天意啦，就伫净化净心明，恢复咱的灵气，定定在世间的心，是咱一条先天命，带有咱的元灵出天神。一点清楚，咱即马都是这点尔尔，这点就是咱的心嘛，吼、哦。咱无娘的甘露啊，哦，甘露若一点若真呢，一定要滋润啊，咱全宇宙啊，吼、哦，你若毋是甘露有无，都水偌大港有无，啊是用尔尔，无永远受到这个受益良多，真缘真义乐灵缘啊，现度青天本意啦。咱爱是元精类嘛，咱叫做金刚体嘛，金刚心嘛，咱叫做金尊法身嘛，啊，这才是永远的嘛。天公是永远的啊，不是讲今仔的天公，明仔就天师啊，是咱一点灵源的心嘛。咱再来讲顺甲一心。真理的灵气，转咱清净这个心，是咱道家的灵性，开口啊，定神啊，啊定神就定根啊，吼、哦，啊你若有定根就定心嘛，啊你这心神就出根啊，出根这个话就有力啦，会引别人转嘛，唔知变知啊。黑的变白啊，恶变善的啊，少林变真人啊，道理是安尼咧用嘛。啊，无你讲啊，做要创啥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啊，那我都影响别人的心，归元体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咱爱是善话，善话是你规身躯发展嘛，你规身躯的力。照着天地所有一种的力撒出来嘛，唔是干那要讲给对方听，讲给大家听嘛。咱代表母娘啊，你讲的话，啊，咱拢是母娘的囝嘛，有形无形，拢是母娘这个性，灵囝嘛，灵性的囝嘛，灵儿嘛。所以讲，你要讲规身躯，照我都代表母娘的精神啊。这个力道嘛，力道就对了。啊，这个磁场咩？啊，这个功能咩？爱效法，爱有这个效果啦，爱有效率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啦，要启大咱即马这个脑神的作用，真灵的本性，悟出着这粒真正嘛，是咱对着家己这个影嘛，你是有影无影？日头人是伫咱头壳顶，就无影，本来就无影啊。啊，有影是啥？暂时用的嘛，互你避凉嘛。啊，你敢会当讲伫遐，拢坐伫遐嘛，会伤冷伤寒嘛？自然的物件，天然的物件，就是安尼，你才变会来嘛，你才看会准会健康嘛。真灵的天意啦，咱来顺着。通灵这个心嘛，是咱这条正法的天理。阿婆啊，行咱顺伊的心嘛，人你才体会到啊，对会准啊，十二点对十二点嘛、啊，啊，这就是影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影甲风同款嘛，伊是一个影尔尔，
一个过程而已嘛。风已经会过嘛，有凉风，有咱即摆咧讲小风，有大风，有细风，有阵风，种种的风势啊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咱人咧讲话嘛爱风啊，哦对不？所以讲，咱这个地球有四大地水火风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要来讲到，咱拢活伫这个风啦、空气中就对啦。真源真义是天性，开源转的是天命嘛。咱活伫台湾这个台中后里啊，较早咱拢甘蔗园空气真好嘛。啊，即卖你啊看规个公司啊，咱有三支清香啊，三支烟筒就对啦，24点钟拢咧出风啦。出烟就对啦，粪扫场啊，正量防兴啊，啊，世纪的即马贵个啊嘛，公司就拢一定爱下火出烟啦，啊，所以空气的污染啊，咱台中有无火力啊有无？迄世纪啊，大烟筒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囡仔，较早阮就住伫准边啊，迄阿妈头日啊，暗时7、8点哦，坐伫遐。天顶的星满满是嘛，啊，即嘛空气，迄、那个烟尘呐，烟呐，压伫咱即嘛即个半空中有无？迄粒气流层，你看袂到天顶遐星啊嘛，哎，着空气无好啊，迄着是染尘呐，哦，有诶讲做灰尘，有诶讲做红尘呐，会压人诶目啦，啊，你着看袂到天顶诶星嘛。你要倒转去本命星，你都爱强练的啊！真元，这个天意啦，这个意表示就是安尼啊。咱每一个拢是一粒星神落来转的啊，所以咱来拜60架之神呐、啊。你讲讲，就是爱天干地支就对啦。啊，咱姊妹咧讲讲，有地支有无？有12嘛，啊12伊分做阴阳六嘛，哦，啊再有咱即马咧讲个讲配合到咱即即个天干嘛，唔再讲60架子有无？你家有六个哦，朱云神五行顺嘛，哦，这就是咱即马讲你即个家阳的拄阳的，阴的拄阴的有无？来配合到咱即马即个甲子嘛，60年嘛，是咱用安尼来讲嘛，角度嘛，哦，即个星河嘛，即个元伊个本嘛，咱咧讲拢元会啊，即个天元伊是一个会嘛，一个主持性就对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咱来行。清澈的心，灵伊会发界嘛？咱再来讲瞬间现在，真灵这个天意，落伫瞬间，咱的心开啦。是咱有稳一点定性，是咱来讲显露清净，一条本源本意的生，这就是咱起码这个意生嘛。在咱这个身躯会发报哦，发生咱即马这个报告啦，这种是消息啦，风势啊嘛，风声嘛，来源嘛，咱所谓做啊，爱咱做嘛，啊，这再当讲这个命嘛，咱这个性就对啦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，你生长的。爱生三个，爱的性是天性，还是坤性？伊是柔性，还是薄性？所以讲性甲性，啊，就是咱即马讲命嘛、做啊嘛、缘嘛、种嘛、作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要来讲到天元这条心嘛，啊，这是地府记载啊。安怎讲？咱即马咧讲开天，甲即马拢无。
为较早开天未开天就有啊，永远无变的。啊，就是咱会当看的啊，咱即马就会当看啊，开天做啊，永远无变的，啊，就是外星的。啊，地府有记载，就是物质啊。咱每一个家伙啊，有拢有财神啊，有公妈啊，公妈龛内底就是你的地府的记载啊。啊，你做无好的，搁伫地府遐。受尽训练啊，教育啊，啊，你若做好个无，爬起天做神啊，五百年啊，吼！啊，你如果若神的时阵无，你再来做仙啊，下仙啊，上仙啊，中仙、上仙啊，来做仙祖啊，二仙祖有无？将二祖啊有无？张果老祖啊有无？是咱一点灵气嘛？世间的物质、世间的名相、世间的名利，都是用啊用安尼来讲啊，咱才会当生安嘛。啊，安就是发生啊，哦，发生你要去结案啊，啊结案那啥办案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这天书就是用安尼来说啊，说就是讲啊，很多真缘真义。来讲到通灵啊，顺心啊，真心话哦，意生心，意就是心嘛，生伫咱这个身躯啊，啊，你爱去行动啊，哦，机智呀、啊，是用安尼来讲嘛，咱才会当讲用心去叮当，唔知变知，如去如来往生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讲的。倒转来，咱的本质嘛，恢复咱的本心嘛，迄、那个如意嘛，顺心如意，来到天堂就是顺心如意呀、啊。你爱生就生啊，真理的灵性嘛。咱这样凡世间就是堪忍嘛，一三宝嘛，痛苦，诶，这个天下啦，大家拢艰苦嘛。有钱嘛艰苦，无钱嘛艰苦嘛，爱做嘛艰苦，免做嘛艰苦嘛。佚佗，逐天像山顶个较做较会到个无？今年五六摆出国啊，伊嘛是艰苦嘛。啊，出来，哎，着感冒倒转来啦，啊，食无好，睏无好啦，啊，食真好嘛，烦恼啦，烦恼袂离啦，烦恼袂通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烦恼就是甲咱扎咧啊。让你未称心啦，未顺事就对啦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咱要活伫快乐、极乐嘛，喜乐嘛，是咱喜悦啊。哦，咱的欣赏啦，哦，啊，这才是咱真正家己欣赏家己嘛。想过每一个角度，每一个所谓，这个情绪无同嘛，欢喜无同嘛。有诶，看会出来，这个月伊内底有双鱼嘛，哦，内底有金乌嘛，哦，啊有玉兔嘛，哦，日头就金乌啊，月娘就是玉兔啊。伊会想过较早嘛，即个月娘月底甲月初啊，甲月中伊会变化嘛，啊，伊就变卦，物极必反，这个真理，啊，你着知影讲。囡仔爱读册，咱来到青年爱有作用，国家的栋梁，你爱去趁钱来做这个小家庭嘛，来过生活嘛。老人啊，你爱教好囝、教好孙，啊，你就享受嘛。啊，咱是怎退伍、退休，咱不爱有这个时间白白损掉的嘛。一方面运动，一方面来修正家己的念头嘛。啊，这是咱念力嘛，爱坚强啊！为着活，你着爱动嘛。啊，你踩踩坐伫遐，啊，你这元气着愈来愈实啊。哦，当然，为较早二十六年前，大家拢体能偌好，啊，即马来大家拢六十外、七十外，啊，你若毋振动有无？若毋是头壳戆啊，目睭雾啊，耳啊无听到啊，啊，骨头啊！打骨啦，爱去装，咱即马讲白铁啊，内底啊，
五脏六腑啊，逐天食保养的啊，种种的病拢来啊。双元世间都是病痛，这个世界真理的灵性开发，咱的本心嘛，咱爱是直通家己的心量嘛，啊量做啥？用话来讲啊，让大家当知影轻重嘛。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嘛，物质甲精神嘛。啊，精神就时空啊，啊，物质就啥？咱即马所有用的物件，所用的是暂时嘛，新的三天半新的，三年变旧啊嘛。啊，时空是永远伫咧啊，所以咱爱是永远的时空嘛，时间空间嘛，这个当中咱的体会永远会如来。本性大佛